好美啊，好漂亮啊！天麻山有雪景了，对，这个不容易啊，一年当中呢出现的这个次数啊，屈指可数。它只有在冷空气来，气温零度以后啊，才可以看到这个雪景的，可以看到这个雾景的。可以看到这个雾景的雾凇景观，树挂很厚，已经定格了峰的形状。啊，有点卡，我们再往前面走。对，这边除了美就是冷了，所以一定要多穿点衣服过来啊。请我当导游怎么联系啊？你可以关注夏子，然后提前跟我说就 OK 了。欢迎丹丹，丹丹你下播了吗？丹丹，我都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。然后云台之前都没有电了，现在我这边用另外一根数据线连接着。背景音乐是一首英文歌的这个背景音乐啊。BGM 就是你私信啊，私信我，到时候我发给你啊。明天还有雪吗？明天有的，谢谢丹丹，谢谢丹丹的圣诞帽子。圣诞快乐，祝大家开心快乐平安，祝大家在未来的2022年一切安好，想要的都拥有啊。这个很美啊，这个很美的。冻的都是拔凉拔凉的，可不是嘛？对，现在都是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啊。来一波录屏是吧？可以的，来给大家来一波录屏啊。银装素裹，白雪皑。好的，好的，先撤了，明天再早一点过来。哇，这个风！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！可以先过去，你可以先过去，对，你先过去，不要紧的。说我们直播间这个东西是假的话，大家多看几秒钟吧，不用急于下结论。大家可以在左上角呢点点关注吧，可以点点赞啊。明天早上呢，大概是在9点钟到9点半左右，再来重新给大家播。明天会更美，明天会更漂亮吧。萧瑟，北风呼啸。林子老师辛苦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，反正现在公屏的滚得比较快啊，没有关系的，随他啊。旁边就是悬崖，对，是的，这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。大家好好感受这一棵在风中凌乱的这棵树啊。不容易啊，现在是-4度-5度，大家记得帮主播点点赞啊。广东人表示受不了这种冷啊，你没有来过你怎么知道受不受得了啊，是不是？你来一趟湛蓝界天魔山你就知道受不受得了了，多穿点衣服就好了哈。医护人员有没有优惠？目前没有这个政策啊，目前没有。好像是去年应该是有这个政策的，今年好像没有了。那继续往前面走了。看着都比较冷。完了，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可以录屏啊！我今天都没有用另外手机录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腾出手来录屏了。
大家记得录啊，大家记得在直播间直接录就可以了。还有辛苦我们几位管理员姐姐可以录视频，然后可以分享在我们那个粉丝群里边啊。我这边现在是往东线啊，往西线那边走，这边是西线，天门山的西线，西线的这个雾凇冰挂会比较多一点，会比较厚一些啊。整条栈道上面全部都是挂满了这个冰挂，而且呢很厚啊，轻轻一碰呢它就掉下来。然后欢迎天南地北哥，下午好，周末愉快啊，圣诞节快乐。今天这个圣诞节过得好 happy 啊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12。打一下这个树。树就不打了吧，大家自己看就 OK 了啊。你看这个够不够厚，你看欢迎大家走下次的直播间，大家下午好。主播现在这块呢已经是在冰天雪地当中啊，全是雾凇，全是冰挂，像星星一般摘下来，摘下来就像是棉花一样。现在我摘一朵给你看一下，就是我现在没有多余的手，我有第三只手就好了。摘一朵给大家看啊，你看，哇塞！来，请大家吃冰棍啊！大家想吃，有没有想吃冰棍的？有没有想吃冰棍的？来给大家吃一口啊！刚刚才摘的冰棍呢，新鲜的啊，新鲜的热乎乎的冰棍呢，大家要不要舔一舔？哎呀，瑟瑟发抖啊，我的妈呀，多少度啊，现在是-4-5度呢，现在又开始降温了，又开始降温了，一旦有风吹的时候就是有在降温啊。哇塞，丢了，太冷了。然后这边信号可能不是特别的好，就大家多担待一下啊。哇哦，三亚的朋友们看到这个雪景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新奇啊？三亚常年都不会下雪的吧？三亚现在估计都是大家还擦着防晒霜，都在海滩上面度假。对，刚刚那个就像是一把刷子一样。怎么又回去了？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好啊，新进的朋友们可以给大家录录屏啊。我们待会儿就得往回走了，给大家录到这一波数，来，家人们，整个录屏开始啊，来3、2、1，来录屏准备开始。可以录屏啊，可以录屏。现在在海南过冬，还在穿短袖，好羡慕你们啊！你在南方穿，你在南方露着腰啊，我在张家界已经穿着貂了，太美了啊！大家记得在直播间里面录屏啊！我今天没有多余的手可以录屏，今天来的比较迟，明天得早一点过来。看好大一根冰棍啊，你看，这个冰棍就好大啊！我觉得像广寒宫，我觉得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广寒宫，来到嫦娥姐姐的住所啊，冰雕玉砌的，你看。对，这边是在美丽的张家界啊，湖南张家界啊，像一个的冰棍啊，这个呢像是鱼的鳞片一样啊，白色的鳞片啊。
三个小点点没有录屏吧，三个点点里面有个清屏吧，先选择清屏，然后用手机里面自带的屏幕录制的功能就可以了。在张界待了好久了，但是还没有去过天门山，有点小遗憾啊。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怎么没有来过天门山呢？可以关注一下阿泽，即便是没有时间来的话，可以在直播间跟着阿泽的脚，跟着阿泽的眼睛，先过来打个卡。现在可以去天门山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然主播怎么上来的呢？主播难道是长了一对翅膀飞上来的？用手机里面自带的录屏功能键啊，用手机里面自带的录屏功能键就 OK 了。冷不冷啊？零下四度啊，不是42度，零下四度啊。这边过去呢可能会有点卡啊，大家多多担待一下。走上桥，大家记得点点关注啊。什么时候叫大家调下色是吗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哪天用小号的时候开播，到时候给大家教教大家怎么调色啊。一般呢就是你调色的话，就是你调的比较好看一点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冬天调冷色调啊，如果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就调这个什么呢？就调这个暖色调就 OK 了。欢迎大家走进阿泽抖音直播间啊！这边是在美丽的张家界，张家界在哪里？在湖南省啊。上点关注啊，下点赞。屏幕的右下角小黄车呢，可以，屏幕的右下角啊，大家可以呢去找找我们的小黄车。小黄车里面的话呢，有大家需要的这个暖宝宝。如果就是大家想要来天门山，但是又怕太冷啊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在屏幕的右下角小黄车里面啊，小黄车的话呢，又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暖宝宝贴啊，我就用到这个暖宝宝贴了。然后呢，还有我们湖南小特产，有这个小鱼仔，有这个彩色辣椒啊，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。缆车可以上来吗？现在缆车没有关闭啊，大家依然是可以乘坐世界上最长的观光客运索道天门山索道哈、啊，就可以来了啊。缆车可以上来啊，小小熊啊，可以的，没问题啊。一张门票就是包含了所有啊，包含了缆车。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冰雪的世界啊，一片白雪啊。欢迎大家。